司机，很开心。今天是子铺一日游，对，我们现在要去皮拉运动，莫名其妙回来还要逼大家运动，有完没完？我忘了说，你刚刚还在喷屎，要喷干净，因为怕等下皮拉掉出来。这边有规定要穿纸娃娃，这个是我之前去跳弹跳床的，看起来超级纸娃娃。我看看你也长什么样子。哦，你这看起来也是挺纸娃的。这边的器具看起来好高级哦，跟我之前上的不太一样。你是不是已经上过了？你回来已经来几次了呢？怎么样？有觉得被舒展开来吗？有啊，我觉得我很有天。痛苦吗？不痛。你现在还可以，你可以朝天蹬吗？现在？你可以表演。有拉到吗？有卡到吗？Love it ain't a fighter to be honest, cause I fight for what I love, got me feeling like Adonis, uh. Love every color and every creed, sitting here you made me change like a coin between the creeds. 我们来到，这算乌来了吗？还是小乌来？反正就是新店西的左岸或右岸某一岸，要来吃饭。今天就是一个郊游的日子，刚好江江今天是久违的放松日。要吃的呢叫做 La Villa 乌赖，它就是在一个这个民宅，一个别墅的感觉。它这边最赞的就是有这个户外的，超爽，很棒吧。刚好今天天气很好，推荐大家来这边，很喜欢。菜单我来吃过，好像意大利面还不错。他这边的面居然可以自己选喜欢的形式，我们另外有点了炸薯条跟沙拉，看起来分量都有够大的。他的这个面包呢，我印象中是蛮好吃的，他有一个这个松露的酱，酱好像改了。跟我印象中不一样，但也没关系啦，主要是来享受美景。我点的是青酱鸡肉意大利面，选的是圆的面。子铺点的是白酒蛤蜊宽扁面，江点的是什么忘记了，奶油培根蛋面，然后也是宽扁面。它的青酱那是蛮清新的那种，然后它有加奶油，所以整体那个青酱感是比较低的。笑啥？快点，你要回头大声讲说，你干嘛讲话那么奇怪啊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录讲话。我在，你忘了是我的工作啊？我在看，有你在跟他讲话，你讲感觉不像在跟我们讲话，他又讲了。我猜有时候你是美食评论家吗？我是啊。压力这么大、啊？我是啊。你以为我在跟你闲聊啊？我看到那个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想说，哦。你的怎么样呢？你不用用评论的口吻啊。我觉得中规中矩。对啊，中规中矩。这边真的很赞。餐的话就是，不用抱什么期待，就当作是一个大家来聊聊天的、看看风景的场所，就不用太注意自己放到嘴巴里面要死不过。哦，那这边真的很舒服啊！你看后面。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任务，等一下会进行。我觉得我很担心会很荒谬，但我自己是蛮期待的，因为我跟子铺都没做过那件，你是不是也没做过那件事？你有吗？你有做过那件事吗？你有啊。好，我等一下期待。我们来到碧潭，好兴奋哦！不觉得很兴奋吗？要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啊！我们等一下要来这个，这边的船很多类型，然后还有
有天鹅造型，我们一定要有天鹅的，没有天鹅的我可是不采的哦，先跟你说一声，一定要有。现在有电动船跟脚踏船耶，无法相信。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办？当然是我们今天已经有运动了，好累哦。要穿救生衣，还好不是亮橘色，跟你想象的不一样。我们现在连碧潭这里都变成比较时髦的暗色系，怎么样？比你想象中的好吧？这个拍照起来蛮时髦的，有那个机能风的感觉，有 outdoor 感。呜呜呜！哎呦，哎呦，对。OMG， 好可爱哦！因为呢，大天鹅是电动的，但我们想要体验脚踩的，所以他们两位很热心，我呢就负责控制方向。我刚才觉得很荒谬啊，就是，好好好，就是这个控制很不好控制哎、欸，反正坐后面的人就是负责做这件事情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有一个 bug， 因为他也会强迫我要踩。你有发现吗？他会转啊，因为我脚若不动，我就没有地方放。他这个是一个很公平的、很公平的机制。你们是不是在怀疑人生啦、啊？你们是不是在怀疑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跟你们讲，我今天安排的是一个很棒的行程吧？有没有？体会到了吧？现在居然有人在立墙，可不可以？不要了，可以。我们刚刚从码头踩出来，现在约莫过了三五分钟，应该不到五分钟，我们已经有点想要放弃了。奉劝所有不管是要来约会或者是郊游的人，就是加价选择电动的，不然会有一点生气。这跟我们朝向上游或是下游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纯粹就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休闲运动。但是整个环境很漂亮，看看这个风景还是蛮值得来的，很惬意，刚好太阳被遮住了，很舒服。我真的觉得它这个水岸维护的蛮好的。我们三个现在就是在耍废，我们在碧潭的边边乘凉了。我们大概踩了五分钟，觉得现在在这里这样子非常的惬意。等一下要还船的时候再踩回去就好了。真的很舒服哎、欸！今天结束啦，赞，很不一样的。很不一样，真的很不一样。子铺接下来就要回去了。我们今年没有意外的话，八月伦敦见。你现在倒是可以讲得很踏实嘛，因为你机票已经订。毕竟我们去年可是被你放鸟的呢，不知道被放了几百次，乱讲。好啊。今天就这样啦，因为嘉彤先去一个什么画画老师的畫畫，什么画画老师？你说他被骗钱那个、喔？没有啦，你知道他有被骗钱那个画作吗、啊？你记得我在说什么吗？哦，我记得啊，他有买一个自画像，搞不好是一样。我们已经连续第四周了，你不累吗？我好累啊，明天就要回去。而且你上礼拜没有参与到，上礼拜那个真的很疯。你说那个啊，我在画画。断片没来也好，因为我都忘记我自己说了什么。我忘了给你看他跟尤胜宏的。不用看，你传给我直接删掉。今天是最后一周跟你聚会，因为你明天就要回去了。Sad。什么时候会见面呢？八月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两位。不敢说死。两位，但还不是订机票。我们今天原本要吃纪元，但纪元订不到，旁边有一个肉大人小游订的，它里面就是卖了很多火腿，看起来蛮高级的，还有这种一整只的，它也有牛肉，
然后餐厅在他的二楼，结果根本很多人缺席，好好笑。五个啊，那我们就做这五个。好啊。你们干嘛穿一样的衣服啊？搞什么啊？size看起来不太一样。对啊。比较肿胀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生火腿拼盘，看起来好赞哦，也有熟的，然后还有，应该是有一些香肠。你们两个又在干嘛？又在干嘛？好可爱，而且你们今天都穿好黑哦。对啊，我想说他一定黑了，今天配合他一下。哦，要当一下情侣装。蛮好吃的，很难想象这里有这么台味的东西，很香，肉燥很香。洋葱汤看起来蛮浓的，干嘛？有点咖喱。咖喱。咖喱。嗯，但它不是走传统西餐那种感觉，完全不一样。它其实喝起来我觉得算蛮 清爽派的洋葱汤，是咖喱，是咖喱哦。怎么喝不出来是咖喱？有那种咖喱的感觉啊，是咖喱的，嗯，是的。之前预定的牛肉，牛肉有分好，变成这样子，多好吃，很优秀。神仙肉有到这么夸张？怪不得要提前预定。这个呢是它的炉烤系列，然后是三天前要预定。刚刚有沾吗？太多了。啊，太多了。嗯。嗯。很好吃哎。好软嫩哦。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它的纤维已经。不知道它的前处理怎么搞的，就是粤式面包里面如果加这个会很赞，就那个小辣椒里面。其实我觉得不用沾盐巴就已经非常好吃，然后还有用香料，有一点点迷迭香罗勒的那个香气有串出来。他健身完补身体啊，让你看到最强壮的一面。补蛋白质。然后就健身完找家庭一起来吃。对啊，找妈妈来吃。找妈妈。找妈妈。我要抱妈。刚去花店拿了花，因为呢，今天是要去潘妈妈少中的新事业，她跟她的朋友租了一个空间，要当出租摄影棚。现在这种出租摄影棚好像就是需求量蛮高的，所以他们有摄影师，然后有潘妈妈，他们就一起合资租了一个地方。我现在要上去看一下，感觉蛮漂亮的，我看照片是蛮赞。是这个 Mushroom Photo and Recording Studio， 它外面有一个小灯，可爱，感觉里面人声鼎沸，有点害怕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哎，你现在变老板娘。不要这样称呼我了，我又不是打姑，我没有喜欢叫爱慕虚荣的东西。哎，他现在可是日理万机。知道我知道，花了三百万，日进斗金，三百万装潢。好有钱哦！你的写轮眼怎么还在啊？就是要等他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刷眼红的。想说凭什么花三百万？是，来来来，谢谢。美吗？你挑的花品味很好。这不是我挑的，是谁挑的？花店。花店挑的，找到很有品味的花店，谢谢。我们现在请花艺大师陈英祥来评鉴一下 Salon Flowers 的这个花艺。四千五吧。没有啦，没有到四千五，三千五左右，三四千呢、啊。哎、欸，那这个两千五可以吧？哦、那它很便宜耶，小龙很赞哦。你今天是有化妆啊？因为我昨天打雷射。我想说，你今天怎么？他们刚刚说我是那个博公子。你现在很像那个纸扎娃娃哎、欸，因为这里两个红红的。苹果肌呀、啊。
Thank you.